因为我可以帮你得到你想知道的答案。少自以为是了，你懂什么？你在害怕吗？你看那边，底比斯西岸，那是另一个世界，死去的人们都被安葬在那里。啊，比耶，不管你还是我，无论怎样祈求神的庇护，一旦生命消失， 都会化作沉寂，所以何苦相信神？我更相信自己。我愿意用尽一生去追求我想要的东西，去达到我希望达到的目的。你对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我没有你想的那么优秀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身世了，那些我都不在乎。我希望你跟我走，为我效力，我会让你亲眼看到你要寻找的真实。这不是一双一般人的眼睛，这是一双属于君王的眼睛。跟着他， 也许真能找到答案，但如果父亲来找我呢？我当上了大祭司后，他会不会改变看法？怎么样？跟我走的话，很快就能见到王叔了。有什么想法，当面问清楚就好了。对不起，我想再相信父亲一次。如果不是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，我一定跟他走。 但现在，我只想等到成为大祭司的那一天，父亲会来亲口告诉我，一切都是误会。嬷嬷，我回来了。他违背了誓言，就该死。 如果殿下什么都不知道，那还可以继续活下去。但现在消失了，都消失了，最后那一点希望也彻底消失了。对不起了，殿下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啊啊 还好我跟过来了，没想到王叔竟然这样残忍。哎，你没事吧？神不再是我的信仰，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目的。我想，我帮不到你了。那么便信仰我吧，为了我， 你将成为埃及第一先知，我将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记住，我叫拉美西斯，这个名字必会成为埃及最伟大法老的名讳，刻在神庙上，接受众人的朝拜。而你，则会作为我最信任的臣子，与我的名字一同出现。你不再是比耶，从现在起，你叫黎塔赫。啊！ 看着这双眼睛，就能看到我想要的世界吗？我想试试。里塔赫从命。2年后，拉美西斯被封为年长国王之子，我当上了底比斯神庙的第二先知。又过了2年，尼哥殿下毒发身亡，凶手未知。 同年，我成为第一县制，正式参与政事。半年后，我在埃及边境邂逅了一位美丽女子，那一刻，不禁怦然心动。虽然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和身份，但仍约定一年后再会。可是，不久之后，
一名外国女孩闯进了拉美西斯的生活，她让年轻的王子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曾想过，也许她消失会更好，不料她真的消失了，也带走了拉美西斯那如炙阳一般的情感。后来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拉美西斯如愿登上王座。 我则一直伴随他前进，去寻找更真实的世界。这就是我李大哥一直以来的信仰。玉英，传玉英，玉英在哪里？快叫玉英！李大哥哪儿？李大哥，你不要有事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陛下。 他在叫你，陛下，李大鹅擅自上殿有罪。他已经知道我在怀疑他，为什么不澄清？为什么心中没有怨恨？为什么？和你说过，不用对我这样客气。对不起。 我不能继续陪伴您了。说什么傻话？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做，我不允许你现在停止为我效命。李大河有幸跟着你，已经看到了超越真实的东西。陛下，请您一定要。 把您的梦想实现了，玉英，马特号你结束，我在这里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忘了我，去寻找真正属于你的。 幸福不，不，不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李大哥，这是命令，醒过来！陛下，大人他已经……我告诉你，如果治不好他，就全族陪葬。拉美西斯，他已经死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放肆！谁允许你说话？没我的同意，李大哥是不会离我而去的。 见到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把这个睿智的少年归于麾下。十年来，他忠心耿耿，我早已习惯与他商讨想法，习惯了与他一同驰骋在尼罗河畔，宣誓疆土。他是我最信任的朋友，为什么我会怀疑这个连性命都可以舍弃的可怜人？ 我只是在试探，他却从不为自己辩解。这贺梯是该死的贺梯人的错！来人，把贺梯使者给我抓起来！贺梯使者？对呀，还有一个在哪里啊？在哪儿呢？在那边，那边。不要动！啊，那边是塔利。 大人，一点小意思还请笑纳。算你们运气好，现在换班就我一个人守着。我可是担着要被杀头的风险，你们千万别惹出什么乱子来。大人放心。哎，殿下，等等我，这东西真碍事，帮我拿一下。殿下，您慢点。 哎，这里是王宫密狱，用于关押机要重犯。塔利究竟会被关在哪里呢？
主演，这就是你说的，越要正义除奸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演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！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？我要吃了你！人类，借你小命一样！不可能，你明明已经和凡人无异。不，饶我一命！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，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过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！白墨淘汰，下一个，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，那就继续。天哪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！ 秦羽啊，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？赵殿，李清河，倾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？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，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 让我真正意义上的能来吧！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。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六魔头开始新的冒险。 啊！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！我要退出游戏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